仿巴洛克建筑的台中市艺所呢，是不少新人拍婚纱的热点，但现在却要收费，不管是室内或是室外呢，每小时是2000元。那民众如果没有事先申请付费的话，也会被追讨使用费。对此哦，主管机关文化局是回应，尊重委外单位的经营模式。红砖白墙，巴洛克式建筑的市艺所吸引不少民众到这里来拍照，但你知道吗？从现在开始拍婚纱竟然要收费。穿着美美的婚纱与另一半在历史建筑市艺所留下美丽的身影，过去想怎么拍拍多久通通不用钱，可以说是另类城市行销，但现在却传出要收费，而且一小时要价2000元，民众直呼好贵，觉得一小时2000是有点贵啦，有点太苛刻了。对啊，因为如果因为以前嘛都是免费的，那现在因为它毕竟也是算是公共的一个场合吧，不合理啊，只是在外面而已啊，应该是不用收费吧。收费范围涵盖室内外，让人不解的是，室外属公共空间，拍照收费合理吗？对此，主管机关文化局回应，市艺所已经委外，尊重厂商经营模式，户外也属于委外营运范围。那目前我们委托的范围是包括户外的人行道以及它整栋的一个经营维护管理。那我们在当初在做整个的一个招标条件设定的时候呢，我们是允许他有一些商业行为的。文化局同意委外单位经营成本考量，可以针对拍婚纱定收费标准，但这笔钱恐怕转嫁成了新人的负担。也有民众质疑，是否花市民纳税钱整修，现在委外经营却要向民众收费一小时2000元的高价，主管机关真的做事不管吗？这个是一个市场的机制，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当然如果说在整个市场机制，我想我们的委托厂商也会针对这个部分去做相关的评估跟调整。那目前因为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呢，是经过我们的审查通过，文资处这边的审查通过，所以我想也是尊重我们委托业者他们对外的一个商业机制。一句尊重市场机制，市民成了最大输家。新人想要在市艺所留下人生美好回忆，荷包恐怕得要大失血。